一点点一滴滴，将心事来到我门呀门无感情歌。啊，你以后若真是有影无闲吼，啊无才调撮咱，你才甲我讲一声，我才来甲你斗撮囡仔吼。啊，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好惨，像阮如意真正安怎？我甲你讲啊，阮如意哦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度过即个难关，一定好好活落去的。你遐大声是要创啥啦？你都明知我唔是迄个意思啊。虽然讲我甲如意才熟识无偌久尔，伊啊，不过我嘛是足介意如意的，我嘛是希望讲伊会当平平安安啊。干爹啊，你莫逐摆拢将人好意当作是歹意，好无啦？歹势，我是因为啊，足烦恼阮如意的，毋才讲话较大声。无要紧啦，我知影你即摆较敏感啦，我嘛了解讲你是真关心如意，如意嘛无希望看到你艰苦，希望你会当甲以前同款，安尼有讲有笑。是，以后我伫伊面头前会较注意，袂予伊替我操烦。多谢你的提醒，多谢。唉，不用客气啦。干爹，以后若是有啥物代志吼，做你来找我，无要紧啦，吼。来，安安，来，咱散步吼。政府打电话来，讲咱失手的建桥，让顶面卡掉了，发不落来。哪会安尼？哪安尼？咱原本申请到的补助也被取消啊！一定是彭恰恰在变鬼啊！你明知伊会变鬼，又搁熬起个魂，想怎偏偏要伫这个时阵去惹伊啊？你哪安尼讲啊？伊昨头阮妈去问过呢。我无应该反击，你反击下场嘞，连我毛你拖落水啊！设厂的资金，咱都已经投入啊，卡出这建造若发袂落来，到时咱的损失真严重，你知影无？我当然嘛知影，所以我绝对袂放伊煞，我一定要报复。大小姐，是我拜托你的，一步，你千万唔通伫这个时阵甲伊硬吞硬，咱即摆上重要诶。第时爱想办法，看要安怎安搭篷车车，就算用规用旧的，拢会用着。总共一句，就是求伊会当放恁一条生路。千万唔通以为你甲伊的私人恩怨，害我了事了结，又搁害咱血本无归。做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想办法解决，袂害你了钱啊。我是听到伊丽达发生这块代志哦，我够哈着急的，啊，所以赶快看有啥物需要我斗三工的无？哎呀，真嘛，虽然讲过去吼，那有因为一块误会啊闹甲无欢喜，啊，敢安怎讲？那是亲家代，有啥物需要我斗三工的，一定要跟我讲呢。多谢亲母的关心啦，即马啥物情形哦，还阁无啥清楚。刚才听庄华豪对荷兰打电话转来讲，无啥乐观嘞。啊，不过好佳哉哦，有台风哦，才好会惊赛，这么尽心尽力去处理阮应该的官司。是嘛？唔通安尼讲，这拢是应该呀、啊。
你看你真用心哦，你栽培这囝婿，伊要报恩哦，就算是上刀山落火险嘛，都爱去。人讲哦，路遥知马力，力求见人心。看秦甲大风安尼哦，我有影足甘心的。过来开门。李有慧，你是过来创啥？金大风，我公司要设厂的这脚被我卡掉的，是不是你跟你妈在背后变鬼啊？李有慧啊，无正规的代志就唔通别乱讲啊，那无够你诽谤我哩。你嘛伫个车里上好啊，要搞这你去搞啊。哥哥，我著开记者会，甲你伫个管政府安怎耀武扬威的代志拢做遐认真。李有慧，你若是敢乌白来？我就把你的病情，啊，搁你过去所做未见证的代志，我开记者会拢也出来。到时咱来看谁较歹看。我看先挡袂掉的，应该是恁妈吧。金大宝，你跟你妈真正是假人搞搞呢？假人搞搞是安怎？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。我已经讲过，我无想要跟你斗阵袂煞。结果你三番两次你也陷害我，我嘛即马对付你，嘛是拄好尔。李有慧，你是好未？你紧走好不好？别让伊这样洗面啦！走啦，都走啦！金大风，阿哥，你所有人我听好清楚，总有一天我一定报复回来，我一定会。这查某真正气笑，阿明啊，通你认为，给送去警察局。好，大姐，坐下，你坐下。先坐下去呀。大家就坐下去，反正都好看。这个我绝对要放你耍。大姐，刘慧，你敢有去找是无？感谢是母亲，但是无得相信啊，才让你妈为你操烦，替你求情。好天，伊对你这么无情无义呢？你怎么敢安抚伊？这是对伊讲感情心。大姐，我认为咱即摆应该专心来应付国外迄条官司。即摆这个消息已经进步啊。虽然大家都非常不理，但是不应该坐下来好好参详这个事情，不是去惹其他的麻烦，节外生枝，敢不是？那是伊在大风波，我已经跟你讲，绝对跟金大凤有关。李有慧，你到底是老白讲啥哈？别人无了解，啊，不过我真清楚，伊做出甚么的事情。金大凤的残局一尾毒蛇，你看伊徛伫个边啊，常常无出声，俩准讲伊安全无害。啊！不过只要是想要得到你啊，搁卡那无提你的代志，伊嘛拢会出手。这嘛是我叫我家过以后，我才明白的道理。李有慧，人拄才在帮你耍尔，你即马又开始玩弄属于安？杨阿妹，你若是继续搁给痴迷，看袂清楚事实，又甲招牌互你害死的。浩天，你若是听我的话，赶紧去荷兰帮助你爸处理关系的问题。啊！若无就是去予金大凤的鬼计成功，你要后悔就袂赴啊！李慧，你若有什么不满，你直接对我来就好。即个时阵对伊丽达来讲是非常重要。我希望你莫靠杨家两房起冲突。免讲安尼好听，谁拢知会造成杨家两个家底下冲突拼房，会用得到你的人是谁？即摆又甲佫发生代志啊！你来好好想看卖啊，又佫是谁？会因为这个事件内面得到好处，我相信大风不是这种人。代志发生了，伊安那尽心在处理，我拢看在眼内。李有慧，你无想讲用这种方法来煽动昊天，来制造冤家矛盾，破坏团结，阮袂中你的计。我妈讲得无对，昊天，李有慧一定唔难一届，制造咱冤家纠纷啊！你这个爱弟弟，不应该相信伊的话啊！金大伯，我想要知啊，荷兰那边最新的状况。律师已经未罢过啊，而且即马当你了解对方所提出的证据，咱这边会甲伊好好配合，而且要甲对咱有利的资料寄过辩护院。这件代志我先做证，因为所有的过程，拢是我甲大鹏做伙处理。大姐，
我希望我即摆开始，你让我了解湖南那边详细的状况。有任何消息，一定要通知我。那是当然的。杨浩天，等到有一天，你知道我讲的话拢是对的时阵，你才要后悔都袂晚啊！唔对，尤家这件官司绝对无比平常看得遐尼简单，这内面绝对有问题。喂，罗律师，我李有慧啦，我想要麻烦你替我查一下伊丽达伫个荷兰迄条官司。嗯。路上坐路好，我想要给你了解一下。好，大侠你好，拜拜。金大方，你想看卖好我查到什么？啊，若无我昨天趁这个机会给你扳倒，和你搁再一届一无所有。你也是不死心？一直到现在，你还是决心想要报复金大风。刘慧，听我的口供好无？过去做唔对啊，都已经唔对啊。只要你肯回头，一切都还阁会好。人生的选择有百百种，现在你一定要选择一条一错再错的路。你敢知你安尼做，上艰苦的是恁妈，又搁恁哥。我知你是真心为我好，啊，不过真歹势。这条路既然我已经选择了，不管是对还是唔对，我拢会继续行落去。等到是我要考劝你，莫为着想要维持厝内面的平和，就去相信金大风这小人。交完加一份的怀疑，嘛好过将来后悔万分。我来平安睏，你先坐落来休睏一下。乖乖哈，来休睏。你干嘛要来？你是偷我讲啊？阿仙啊？无啦，我着休养，刚刚讲足忝的，啊，脚骨无力。即马干咱两个人尔，伊个老实甲我讲，我的病情敢有法度控制？我到底敢搁有希望，会用拼下过一关？绝对会用的啦！治疗上好的药方，就是病人家己的意志力，你千万袂用放弃。啊，搁有你最近的检验报告，迄病情确实已经控制掉的，所以你要坚持落去。我当然袂放弃，只要有淡薄希望，我拢会继续拼落去。啊，不过我必须要面对现实，我应该提起勇气，叫大家较乐观的。但是我家己的心内体知影，我想放袂落心的人，
就是安安。你莫一直拢为迄摆方面去想，好不？我知影，我必须爱坚强。不过，我嘛是爱面对现实。万一我若是真正逃袂过，所以，即马我必须要开始为安安的未来设想。我要想清楚，我到底应该爱将安安交给什么人，才是上正确。当然是交给特助啊！特助这么爱安安，一定是一个好爸爸，应该照顾真好啊。志强也还这么少年，我若是把安安交给伊，将来伊若是拄到新的对象、新的恋情，那安尼安安就会变作伊追求幸福的障碍。我嘛想过要交给阮爸爸，啊，不过阮爸爸伊早就已经惯习一个人，而且伊年岁这么大，你轻轻把一个这么细汉的囡仔交给伊，伊要哪有迄个才调通好照顾？无，你想要安怎？我嘛有想过要交给安安阿公、安安阿妈。啊，不过伊跟阮爸爸同款，年岁拢遮尔大，是应该享福的时阵。甚至我嘛有想过，安安伊迄个清醒无情的老爸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确定，伊到底有爱安安这个囡仔无？其实你莫烦恼遮尔济啦。安安这么古锥，连我看我拢足介意啊，更莫讲恁厝里的人。所以我相信，不管伊交好啥，伊一定会定得到人的疼惜。身体无好的时阵哦，拢较好白想，代志无你想这么无好。我是护士，我照顾的人真多，像你安尼。辛苦比这么多人鼓励你、关心你，会当成功活下来的几率真大。你也相信你自己，好不好？安安，是嘞，妈妈嘛唔敢把你交给别人。啊，不过我最后应该为你做的，就是想清楚应该安怎安排。才应该让你平安、幸福大汉。有代志我想要创啥？我有代志要问。多谢你刚刚救我，我醒来时阵你已经走啊，所以我袂赴甲你讲。多谢。不需要，我是看到安安的份上才救你。那呢，就证明你的心内够安安，对不？来他，虽然你已经放弃干活款啊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你一直将安安这个后生放在你的心内，
因为世界上无一个爸爸无爱家己后生。你已经搞死骨头下，不去他的代志啊！我可有人要恭喜你，我无得陪你开讲啊。海芳，你敢袂用认真听我讲几句话？为什么袂肯讲？我真正赶时间。你是医生，你应该真了解我的病情，清楚我的状况。我真正不知影，我可能要照顾安有偌久，所以我今麦唯一会用得上的，就是替阿汉安排好，想看卖应该安怎做，才会用得予伊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。虽然安海的身边有真侪人爱伊，不管是陈凯的人，还是你的爸爸妈妈，啊，不过，敢若你才是伊的亲生爸爸，所以我想要听看卖，你对安海有啥物想法？我可以有啥物款的想法？我是啥物款的人，你也不是无了解。我连一天都没照顾过安安，我哪有可能对伊有感情？参照我这款自私自利的人，心内只有我家己。所以，我的未来有我家己的路要行，我才无想要安安一个囡仔束缚掉。你哪会用这尔残忍？哎，当讲出这款话，人讲爸仔囝亲情，那是天性。想那你连一句父爱拢唔肯给安安？我本来就是一个无情的爸爸，你无需要对我有甚物期待。你若是真心爱安安，你根本就不需要问我。纯粹是要靠你家己坚强活落去。若是有才调，靠你家己甲安安饲大，这才是对安安上好的安排。虽然你的亲生爸爸拄则讲的话真无情，啊，不过妈妈知影，伊是咧鼓励妈妈，爱为着你继续坚强活落去，所以伊并不是遮尔无情的人。若是你的亲生爸爸会用较早讲哦。莫阁伤害人，迄毋知有偌好。我相信安安，也希望有亲生爸爸疼惜，对无？我徐来发这世人，大概来这求你，不是为名，就是为你。这次我诚心诚意，请太主爷你跟我斗相共，因为这件代志，我真正是无能为力。我求你，求你一定要救如意。安安伊阁遐尼细汉，伊若是无妈妈，啥物人要来照顾伊？太主爷，拜托你。你一定要救如意。哎，妙啊！哎，妙啊！爷娘呀，我发照多呢。来来，麻烦一下好不好？这签诗哦，唔知什么意思，来麻烦你替我改签一下好不好？有。给，看三太子有啥物指示啦？最近看你做出来拜拜，你真诚心呢。哎，咱人是安尼，只要心存善念，太子爷就会对保庇啦。
安尼哦，我看卖吼。问感情的。嘿嘛啊，唔知影这签诗顶面写的是好还是歹哈？这顶文写甲真清楚滴嘛吼。心明定气不灰心呐，千里烟云配石英。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下荫。这意思是讲呢，缘分这种代志啊，神明袂硬甲你安排啦。所以你只要等待讲这缘分若到吼，有缘人自然就会出现啦。叫你讲唔免安尼，白白操心，安尼都在咧烦恼啦。哦，多谢多谢你替我解签嘛。想讲伊这顶面敢无交代讲啊这？因缘是当时才会来哈，啊是都要等到什么时阵？敢无一个正确的时间？你放心，你的面啊呢啊，满面春风，缘分正紧就来。我，哎呦，三办唔吃呢个嘞，我是咧问阮查某囝婚姻啦。啊，歹势歹势，我无想着讲你替查某囝想啊，是咧是咧，是讲安尼啦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啦，恁咧做爸母安操烦嘛无路用呢。哎，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啊唔过吼，阮查某囝拢干那咧无闲空课代志，啊家己也袂晓找时间去甲人谈一下恋爱咧。我是想讲吼，因若是会当找到一个吼家世背景较好的人，就譬如讲亲像迄落医师啦、律师、老师啦，听伊讲这三师拢袂歹呢。吼，安尼我唔就会当放心啊，将查某囝嫁出去，对无？美华，敬查甫人是爱敬心水，唔是敬心水。哇！好啦。罕见呢！今仔是什么日啊？是农民伫关怀红日，也是各做山派代志，良心不安来拜拜。我哪有做山派代志啊？大家拢伫别人面头前乱讲话好。你敢不是迄个来申请要开公司迄个意思？升级新贵？什么新贵？碗贵啊！你莫乌白讲啦，人是正牌意思呢。伊有甲人吼合开生技公司做头家。你拄则毋是讲要甲恁查囝叫什么三叔诶？是咧拄拄好，正牌医师无毋对，但是吼，哎呦，为着名利放弃感情啦，自私自利哦，甲足佮意诶查某囝摊咧边啊，想讲做医师一定好啊。你若要滴免钱送，我甲你介绍阮后生。伊。伊是恁后生，是。啊，伊唔就是放晒如意迄个负心汉，无唔对。吼，真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啦！我即摆才知影讲，医馆禽兽这四字是安怎来？你实在是有够可恨嘞，夭寿骨老尾啊你啊！大家人拄着你拢无好代志，我要来问。六。上好的咧，伫你面头前啦。李华，囝仔菜吼，唔是讲家世背景好，熬趁钱就好呢。嘛，都要看伊心肝是乌的，也是红的。啊，对恁查某囝有好无，这上要紧。唔好到尾安尼真心换绝情，你哦要哭到无目屎。哎，我知啦，我当然是知讲真心比啥物搁较重要啦。啊，若是会当讲哦，有心搁有钱，安尼唔是搁较好。哎。我当然哦，是无希望讲查某囝嫁出去了，我着搁在咧烦恼讲哦，啊伊安尼日子过了，唔知好无，啊唔知有吃苦无，对不？哎呀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，永远拢烦恼未完啦。规期你心情放较开咧，太主要都有甲你指示啊无？哦，讲来缘若到，有缘人自然就会出现，你着安心啊等嘛。电话也唔接，啊人唔知走去对咧，我也是出来找伊。妈，娟娘妈，你可要出去啊？要去找你啊？我啊，
你是走的对哈，是毋过迄个代志啊？嗯，看你这款型哦，一定是的啦。妈，饭吃吃害我失手的这招袂落来，即马连补偿嘛计有取消啊呢？你啊，我点点啊，互伊欺负，无去反击，我做袂到啦。安尼哦，冤冤相报，你冤仇是愈结愈深的，对你的情绪是搁较歹，何咪苦嘞？我要带因干着去帮咱煞，你母仔囝欺负咱厝内面每一个人，连一条生路嘛唔肯着予咱行呢，一口气我吞袂落去啊！我若是无看到因跟我同款的下场，我唔甘愿。幼慧，妈，饭恰恰已经该死，真老公搁较该死。你利用我，欺骗我的感情，即马连我的事业嘛想要来打击我。好啊，既然无想要让我活，那我甘愿跟伊死死做一捆。哎，莫阁讲话吓惊我啦！你，妈，你头壳疼啊？我摕药你吃。免啦，我即款头壳疼吼，食药无效啦。妈，你哪样较乖嘞？欢欢喜喜过日子，我这头壳疼吼，免食药就好啊。幼慧啊，我知你本性真善良，你应该用你心内爱去爱人，去化解代志，唔是用你的恨来包你的心。妈，我拜托你，莫阁讲这大道理啊，好不好？我听袂落去。幼慧，阿哪里有一件代志？你应该听入去，如有病啊，伊是卵巢癌第三期啊。如意，这边哪有可能？在你出国时阵，我才知影这代志。你甲如意虽然感情真好，找些时间去关心一下，我嘛希望。恁对如月心胸去体会着，人生海海，人生不是来制造仇恨，应该用你的爱去化解怨仇，去爱你所爱的人啊！明仔我去看伊。最好的朋友，麦家有慧阿姨，哎，好棒啊！阿姨抱抱好不好？来，姨抱抱，姨抱抱，咦，小，哇，好重哦！宝宝，时间真正过了足紧的，姐阿安哦，都叫你大汉啊，今晚要开始要走路啊呢，是啊。过过一阵仔哦，我倒个所有物件拢该想较较悬的。啊，过过一阵仔伊会晓走的时阵哦，我可能倒要买一关囡仔用一关安全门，啊，甲楼梯也拢甲围起。如意，
我有听我妈讲啊。啊，你即摆身体状况安怎？我无要紧啊，我颠倒是较烦恼你。你的心情有放下开无？真袂晓共款，啥物话拢讲。啊，你看到我感情被人伤害时阵，你感觉足唔甘的。我嘛是共款咯。我看到你最近因为去予人反背，行袂出来，我心内底真正替你足烦恼，足烦恼的。你敢知影？如意，是啊，你无亲像阮妈、阮哥，甚至是其他知影我做有的人同款，骂我，叫我倒来清醒。因为，迄款叫人反背感情的感觉，无经历过的人，是永远拢唔知影。阮疼是比病疼搁较疼，伊是会替替毁掉一个人，毁掉一个人的信心，让咱无得搁去相信别人，甚至无得相信家己。如意，只有你了解我，只有你知影我心内真正的想法。是因为我之前嘛，后来发伤害到真深，我嘛把真怨恨过啊。因为你根本就无法度相信，讲这个明明以前一天我讲足爱你的，才一天尔，才一天，伊就完全变款去。不过最后，我还阁是选择看破，我做袂到，迄是因为时间还袂到。这款代志，别人是无法度甲你斗相共，干那应该等到有一天，你家己真正想通啊，愿意放家己走。我真正希望。一天会较紧来，我会用看到你找到秀姨，家己真正的幸福。对我来讲，还是不可能的。自细汉，咱两个个性都无同款。你是迄种会委屈家己去成全别人的人，啊，不过我不是，我不可能为着任何人牺牲的。谁若是欺负我？我就一定会讨回来。清大风害我受到遐尼大的伤害，我绝对袂放伊煞的。有慧，好啊，如意，你莫阁苛劝我。今天这个错误是我家己造成的，我得家己去承担。文哥问，你唔是要招我饮茶？是啊，我后壁加菜两尊门神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安怎？啊，你讲议员不是甲天照打，真爱打抱不平，替天行道，搁真爱甲特权对抗，啊，你还惊我这两脚查某该拆家了吧？
来啦，先喝一杯烧茶，客人入来开始，有代志，咱才偷偷来瞧。道路拓宽的计划都已经暂停啊！我实在想拢无呢。啊，我甲本顾问是阁有啥物好笑的？政治上迷人的所在哦，就是万事拢有抽屉步。啊，夜市拓宽这个计划，你若莫阁插手，迄条大路赶快到顺顺啊开落去。本顾问，你有你的立场啦。要我嘛有我的大项，总共一句啦，只要我高某某还搁伫咧议会，还搁伫咧政坛一天啊，金华夜市就永远袂休市。啊，你意思就是讲，若要甲金华夜市扛棒拆落来，都要先甲你高议员的头粘落来。你莫甲我威胁哦。我是袂向你这政大败类抌头的啦！你免跟我抌头，我是来偷头。为民服务，这是好代志啦。啊，不过那个叫林立心，恐惊你补我家己乌头精明哦。王国文，我都唔相信你敢甲我对我呐！我堂堂议员哦。你敢敢卡卡？我敢敢甲你卡，你这个试看卖啊！讲较白啦，你若坚持要伫个县政府找我的麻烦，上好先算看你家己够有几条命。啊！你都唔惊我去甲县长斗，讲你带路蛮来甲我恐吓？我唔是甲你恐吓，我是真正要甲你电。一点点，一滴滴，将心事来交换，问也问无，感情我。